秀妍。秀妍。怎么了？我在你心目中到底算什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曾经是夫妻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秀妍，我不是一个谁让我弹钢琴我就会弹的人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会。那我也去学钢琴，弹会给你听，当是回你的礼吧。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，因为从来我们都从没有走过同一条路。如果我要跟你一起走的话，你会答应我吗？费已经交了。什么？连手术费都交了。啊，那付钱的人是谁啊？我想问问你，你现在还在你父亲的那家慈善协会工作吗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有个朋友的孩子病得很严重，需要肝脏移植。对啊，钱绝对不是问题，你别说尽量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，好吗？好，明白明白。好，那我就等你消息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这个。好，这份、个。